千万不要扣太大。对，好，不错，两个脚完全插进去了。嗯，这个位置对巴拉金非常、非常有利。刚刚两个人一开始他就贴到轮边就不动。嗯，又要南贝做裸脚，但是破坏掉了。好，你看，典型的啊，冯朗可以打下位，对，来去拱去拱来，反正形状你打也打不着，想突围很难。有侧背啊，没有发全力。哦，又是一个爆摔。他现在这个打法啊，可能也意识到巴拉基比他年轻于这个。整个的比赛节奏是他对。不让你去做，即便是过了腿，走，好，你看，巴拉金要一撤之后再过来，好，比斌位置，好，骑上去，哎，这个位置风马给的太，但是做不到太实，应该，哎，拍了，拍了，这输了，太拖大了吧，哎，这就是比较实，你看巴拉金的腰一直在往前拱，对对对，哦。应该是有点晕过去啊，我们看看风马的手最后是软下来的，我们看一下，拍拍拍，哦，对对对，软掉了，软掉了，已经有短暂的、这个、确实是玩大了今天这个。有请颁奖嘉宾，贵州喜酒销售公司山东片区总经理。